簡單 set up 個會，邀請同事，亦都同時連接到大家嘅個人 calendar。即刻 join in 就可以開始一個 encrypt 咗嘅會，用語音視像，同埋仲可以同大家分享屏幕，寫低備忘錄同全 team 人分享，一 click 就可以錄低內容同埋畫面，隨時喺對話當中回顧，透過 AI 嘅語音認知。還可以自動製造字幕，還可以隨時 search 翻講過的內容。如果要聯絡其他人，可以用電腦直接打電話， Teams 入面已經連接好你的直線電話，可以直接打出，就算離開了香港上到網都可以打去對方的電話號碼看返啲 IDD。 另外透過手提電話 Teams Apps 嘅版本亦都一樣打到㗎。